大家好，我是 Andy G Chan。 聖誕節來了，大家除了去 party 之外還會去哪裡呢？當然是買禮物啦。買禮物做什麼？交換禮物咯，聖誕節最興的嘛。是喔，那大家呢去買這個聖誕節交換禮物的時候呢，都要化一個 day makeup 靚靚的樣子。還有呢，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？聖誕節呢買一些限量版的化妝品之餘呢，還有一些很漂亮的袋子的。我呢就最喜歡呢就買這些 palette 的了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你本身有齊曬 eyeshadow 眼線，還有這個眉的顏色之餘有埋胭脂，還有最好是什麼呢？它隔離有個圖仔，接著就會教你呢是怎樣去化的，這樣就出街是最方便的了。首先呢，我們呢就會用一隻呢同桶底的顏色呢，就在個雙眼皮的位置這裡橫掃一掃它先，等到個雙眼皮的接位呢再出一點，再實一點。跟住之後咧，就會用一隻金色，就喺中間呢一個位置度打圈，打圈，淨係依個圈位嘅啫。咁跟住咧，下眼線方面咧，就要正望鏡頭啦，就用一個深少少嘅金色，就淨係擺個眼球下邊呢個中間嘅位置，令到個眼咧係更加圓大。咁自然嘅輪廓眼影，最好就配合一個咧好 sharp 嘅一個嘴唇色，一啲咧 shocking 嘅橙色咧，亦都係今年一個大 hit 嚟嘅。其實咧，我好中意聖誕節咧買限量版嘢嘅，你睇下幾靚，啲 packaging 又靚啦，係嘛？好靚啊，係啊，好似依啲咁樣啦，好多時候咧聖誕節咧先至會有依啲咁嘅袋仔啊，依啲咁嘅嘢嘅。哇！我要